我是公共列车的那110年8月2号，那个花莲站方向。9:15的吧，这是第啊，等088行，九万没有人之前啊。一次就没人告诉你了。第二辆2800行，九万变成这样。对，花莲站，花莲站，那我前面干嘛咱们坐到这么大地方看？哦，我以为是有站呢，没有。一次就没人告诉你了。第二辆2800行，然后变成这样。谢各位安全，拜拜。